有诚意的啊，觉得主播怎么说呢，反正我现在跟你们说哦、啊、什么都没有，只要你觉得还行，那就点个关注，然后刷一点小礼物，大家认识真诚，然后再聊聊了解了解一下。如果你觉得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你一个小礼物都舍不得，那就不是真诚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几十块钱你就买一盒香烟，那不就事儿吗？你真正的你娶一个女生去吃饭了，花两三百，是不是？1000多人，刚刚2000多人呢。安装过吊臂，省力率高。这个买来就这样的呀，这怎么安装嘛？因为买来就这样，我们这大山里面又没有天天这样干，又不是一年四季这样干，这还是可以了。这个麦树又不是一年四季都有，哦、嗯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大号黄香妹，这个是大号，是的，这个是大号。今天上人也不行，今天最高才2500人就上不去了。还不去帮忙，我跟你聊天，我去帮忙的话人又没了。大号你住了这么多人了，我刚开始才2500人刚下的呀。那前几天才5700人，最高一次5700，谢谢黄香妹，感谢黄香妹。昨天没动，对呀，流量有好有坏嘛，哦、嗯。对，爬山虎，爬山虎。嗯。你一直在那里直播，你表嫂他们会不高兴？不会的，我表哥表嫂我们关系可好了，我表嫂还在笑嘞，你们没看到吗？你看我笑得那么开心，怎么可能不高兴嘛？他们是哥哥嫂嫂的嘛，我是妹妹的嘛，我小一点噻。又把保镖炒了，保镖，我不是保镖，那不是我表，那叫我的助理，助理在我来我家的路上，助理，老人干累死你在直播，这是我表哥表嫂哈，帮忙，好的好的，你要靠阿东帮你哈，那还是靠你自己。我肯定靠自己哦，他帮我的话我干活，他帮我拿拿手机说说话，这样直播人气更高，知道不？哦、嗯，这样人气更高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我一走开了，然后就没人说话，直播要在屏幕前不断的说，不然的话人就会掉完，知道不？所以不能。直播就算两个人才好搞，我去干活去了，这直播这样挂在那里就没有，人家别人一进来都不知道你这是干啥的，一句话都没有，又没人。以前凤凰你变成乌鸦，我还是凤凰，什么乌鸦哦？哎，我就大山里走出去的凤凰，我一直都是凤凰，我现在也不是乌鸦。没关系啊，我回去给妹妹当助理，可以呀、啊。乌鸦。差不多哈，我在直播间，我做了2个月了嘛，就是有时候比他的多，有时候比他的低。这个直播人气怎么说呢？哦，你是我被哪个震了？五度震这边，我去扛树去了，我去扛点树，你们别走哦。对，我扛了，估计喝死了都。我看了7点钟，5点钟在还不得49。5点49。10点49。哦，那还有抓不动。还该抓就可以下班。树木都干叶了，这是这样的，这种树。你会开爬山虎吗？我不会哦，但是这个简单哦，还是，哎呀，今天终于快要完了。有
没事儿，这个人嘛，他愿意帮到，他都不会在乎身边有没有男的，知道不？人家我跟阿东一起的话，这我没钱，吃的都是阿东在帮助。一个人做直播想做大是不可能的，不好做。奶奶本来就，奶150到手了，你不知道有多累哟、哦、啊！不去煮饭给后八轮车可以去吗？什么叫后八轮喽？你说的是货车吗？后八轮？吴麦哥，后八轮，你说的是后八轮是什么？我对车不怎么懂啊，虽然我在开车，我不懂。这个叫三疯子，你把你那个给你妈妈搞好，你给你妈妈搞最合适。嗯，给你妈妈，给你姐，给你妹，给你女儿，你给你女儿最合适的哈，给你妈妈，给你女儿最合适。三疯子，货车后八轮，后八轮是不是大货车那种啊？载20多吨的呀、啊，20多吨不行，四桥车可以。6点，早上8点，晚上6点就可以了。但是还是跟着老板干，活干的多在那里。老板是我们当地的，知道不？也不可能，就是说跟人家干活干的那里干的少。我给他拉黑了，我已经给他拉黑了。这种人真的是，我已经给他拉黑了。没有教养，没有素养。我不赏他两句，他过不得。你说我回答他这几句话，听了心里舒服吗？啊？自行车就不行了，因为这里的路嘛比较窄，拖挂车来不了。你看嘛，没有路哦，不好走哦，兄弟姐妹们，没有路哦，好难哦，拖上去，把路修一下。这怎么修啊？这老板都没有修，修路那可要钱啊，要时间。在家比外面流浪高一些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喝，你说对了。没办法呀，不辛苦是。也难进了啊、哦！现在混成这个样子，我以前从来没干过这种活，身不由己嘛，对不对，兄弟姐妹？像这就拿来烧了哈、哦！你看这地老板他卖了，拿回去烧柴火的。你看我们这些烧柴火的棒棒啊！那、这个大爷的儿子他把他捡回去烧柴了，看到没有？一堆一堆的拿回去烧柴。这是哪里？这是河边县，遭遇了拖拉机路，这是刚拖出来的，哪有路哦？这是这个爬山虎刚爬的。这片树林是我父母的，人家从这里经过还要给米呀、啊，一根树30块钱，给了几百块钱的，这是我爸妈的。这哪有这条路啊？以前都是这树林里面，以前都是这样的呀。他自己爬成这样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啊，这是砍了一路的树子，这把这树砍，而且还在一顿。一倒一翻了的话，还危险得很。所以农民苦啊，挣的都是血汗钱啊，没办法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有人气票的哪有人气票啊，兄弟姐妹们。糍粑一样的这泥巴，哟喂，对呀、啊，爬不动了。
泥巴就跟汤面一样的粘的。